我叫 Jake， 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，记忆就好像拼砌人生的一块拼图一样，每一块都不可以缺少，所以我很喜欢去回小时候去的地方，找回属于自己的拼图。这里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意思，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他。这里这么多年都没变，这设施依然还在这里。估不到过了这么多年，我大过了这么多，都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在这里玩这里的东西。今年咧就我生日蛋糕，不過咧，你有咩生日願望想實現啊？我希望簡簡單單，世界和平啦！好啊好啊，我都差唔多要走先，拜拜拜拜。不如我送你多片啦。唔使啊，唔使啦。係啦，冇啦，自己一個 fork 好悶噶喎。唔使，我自己 fork 得噶啦。拜拜。反而我哋同學，喂。今天生日，他们个个都放我飞机，唉，那我自己庆祝算啦，不用理我了。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是见翻我细个识的女仔啦。这个咪我男朋友咯，系啊，唉，走啦走啦。